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好早起平安。今仔日又果是咱主的日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咱来坐起咱的三合台敬拜咱的上帝。伫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，安尼讲。结书第三十六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。我要赐予恁一个新的心，将新的灵放伫恁内面，也对恁的肉体中筑起石心，赐予恁肉心。我的确将我的灵放伫恁内面，予恁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Yeah.
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
伊写记，将永远活命来相许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实在疼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，相信是我的安慰剂，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感谢。我相信，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是伊上水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信靠伊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骗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上帝应允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相信，相信是我的安慰剂，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牵声。我相信，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是伊上水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信靠伊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不骗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上帝应允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就是阿爸爸。我最宝贝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疼我最宝贝。咱来三个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今日又果是一个新的一礼拜日，多谢你，让我有法继续伫房顶来敬拜你，来阿罗哩，继续有法伫遮我听到你甲我讲的信息，主，我满心感激你，虽然伫只疫情并无停止。甚至如团如罪，但是阮也还是要来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息、你的保护，
去供应去平安，就是继续伫遮来安慰阮，搁来互阮新的信心甲盼望。主，阮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替阮伫十字架顶为阮的罪所流的宝血，造就了阮新的人生。我活伫内面的，无过是旧的阮，乃是你的灵活伫阮内面。主，明仔早起，阮祈求你的灵继续伫大家自由的运行，看守阮厝内每一个厝内的网络，可以稳定。望乎魔鬼会直接来调查阮，这是阮的祈祷。我会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今仔早起的题目是无发财是我，咱的讲员是 Reverend Dr. Florentino Lim。咱这次要将个时间交予林牧师。咱今仔早起的经文是《加拉太书》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。这只活着的，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内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子来活，伊是听我的，为我放下自己。主内兄弟姊妹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有法通伫网顶三甲来敬拜主。这时阵，咱要三甲来思想主的话语。咱要三甲思想主的话语以前，咱三甲来阿头祈祷。主啊，阮来到你面前，阮思想你的话，就是借你的话语教导阮，互讲的、听的，对你话语中间动得到造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在第五世纪的时阵，有一个圣徒，伊叫做Augustine，伊是一个真聪明的一个人。伊未信主以前，伊的生活是真哩风趣，但是伊一直拒绝耶稣基督，那甚至呢，伊甲政府生囝，所以伊的妈妈真艰苦心。伊的妈妈是一个真敬虔的基督徒，那伊呢就推伊囝。敬食祈祷，那伫个所在，甚至流目屎替祈祷，上帝真是听了伊的祈祷啊！有一日，这个奥古斯丁，伊和上帝话语的感动，伊就悔改来相信主耶稣基督。等于信主耶稣基督了后，伊的生命有180度的改变。有一摆，伊伫意大利米兰大街顶面行的时阵，我看到一个。以前不甲伊做对的这个记录，底下来向伊招呼，伊讲奥古斯丁啊是我，但是奥古斯丁无插伊，伊无插伊，伊个所在伊赶紧走，赶紧行，那个记录咧在后壁讲奥古斯丁是我，奥古斯丁讲说是我知影，但是无个再是我，无个再是我了，无个再是我了。那伊就走，那走啊！伊无个在别所在来甲伊甲伊三将门，那伊就走。那在早起那么思想的对吧？想无个在是我。那伫这个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的经文内面，你也甲恁讲保罗讲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无个在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那加勒太书这本册。是保罗写予加勒太正教会的书信，目的呢就是要辨明福音的真理，那要针对犹太教的人迄一款的这个教条，那因为犹太教的人讲信耶稣只是头一步，信耶稣了，你着阁受割礼，着阁受律法，你才通承受上帝所要赐予你的福分甲恩典。那保罗伊伫加勒太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呢，伊用自断的方式来为着福音来辩护，那为着福音来辩证。那第二章第16节，伊讲说：人轻易
不是行，不是因为行律法，人称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那、这个也是归本加入太书的中心思想。那保罗一说落去，第二十节伊就宣告讲：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着无个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啊，所以咱的对白讲无个再是我。啊，那么对两方面的思想这个对白，头一方面无个再是我，因为我无个再靠着行律法来称义。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讲。讲到当保罗甲巴拉巴因为外邦宣告的时阵，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所在。那迄阵时彼得啊，伫咧甲外邦人相佮食饭。但是后来啊，对雅各迄所在来的人，意思讲是对亚罗撒冷教会车来，即个来到安提阿的这款人。那因为迄阵时伫亚罗撒冷教会，因阿个啊。尊真注重遵守格勒的礼仪，甚至连彼得也惊坏奉格勒的人，所以伊呢本来是甲外邦人三个食饭，但是这时阵呢，伊就看到坏对亚罗撒冷教会来的人，伊就提起甲外邦人隔开，无过再甲外邦人三个来食饭。那其余的犹太人也得到伊给赠啊，甚至连巴拉巴也受到。彼得影响，无过再甲外邦人相佮来食饭，所以当时保罗看到啊，即彼得甲坏人的行为的时阵，那、伊就当面指责彼得啊，因为犹太教的人那因坚持外邦人就受隔离才会通得救，但是保罗却认为彼得当时所做是对恩典福音的一款的攻击，所以保罗呢，伊就为着。辩护福音啊，为着要来辩护福音的时阵，伊就伫众人面前来贴责彼得，来贴责彼得。所以伫这所在，互咱看到，咱伫咱伫真理的面前啊，咱绝对袂用妥协咧。啊，当当时那么彼得，伊一方面伊赞成，讲伫上帝面前是外邦人甲犹太人是无分别的。啊、所以伊赞成讲，犹太人跟外邦人应该着相佮来敬拜主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伊伫这所在，伊佫惊发犹太人个反对，所以呢，保罗伊就责备彼得，讲说你即款态度无诚实，你即款无诚实的态度，表示你离开了真理，所以呢，保罗就责备讲你行个无正，呐、啊，你行个无正，呐、啊。啊，就无正直啦吼。那彼得伊受责备，也是因为伊想个注重人情，啊，伊失去了理智，啊，伊啊因为惊人，你离开了真理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大家人是蒙恩得救的人，那唔通因为这个人情，你失去理智，那唔通因为人情，你离开了圣经的架势。咱乃是伫徛伫圣经的真理顶面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，唔通甲只错误妥协。伫什么伫教会活动、教会生活内面啊，咱拢着照着圣经的架势来行来做，咱才会通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使徒保罗伫第二章呢，伊伫第十六节遐讲说：，既然人称义，唔是因为行律法。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，连咱也信了耶稣基督，那啊，基督耶稣，何咱因为信基督称义，无过再因为行律法称义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无一个人因为行律法来称义。伫这只圣经内面，甲恁讲福音的真理就是啥物呢？福音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。但是什么是因信称义？因信称义呢？唔那是指讲咱的罪得到赦免了，听，佮指着上帝将义的地位，啊，将义人的地位，赏赐予咱，予咱通真做，予咱真做义人呐。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讲是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佮蒙上帝赐咱义人的地位呐。对神学的角度来看。
咱无搁再受啊，咱唔是受判无罪啊。上帝乃是判决咱是有罪人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咱一切罪过，上帝就宣告，予咱第一目中予咱第一目中咧是伊看咱是一个义的哈、啊，是一个义人。所以这个义，那意思讲是，咱甲上帝有正常的关系，有正当的关系。义啊，咱这个义呢，和咱称作义，咱通蒙上帝悦纳。所以使徒保罗伊为着要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时阵，伊伫腓立比书第八节伊安尼讲：我为伊已经放下万事，看做粪土，为着啥物？为着要得着基督。因为只有接了耶稣基督，咱才通称作义。那所以这个第九节里讲说，通得义，第一内面无个唔是有家己，因为律法里得的义，乃是因为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为信上帝的来义。那保罗伊为着要得着基督，为着要伫上帝面前得了称义的地位，伊将万事放下。看做本土啊，就是要得到通伫上帝目中义者的地位啊，一种甲上帝有正当的关系，蒙上帝悦纳啊，这就是因为因信基督而来义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请问今仔日你甲上帝关系怎样？你甲你的生活是毋是蒙上帝悦纳？今仔有个人无看重甲上帝关系，有个人呢，因认为啊，伫个所在世界个顶面个代志才是重要啊，伊无认为讲说伫上帝面前受称罪义是重要个，伊无认为无认为受上帝接纳是重要个，啊无认为伫上帝面前这得到义个地位是重要个，啊无认为讲甲上帝有正常个来往是第一重要个，伊认为世界。的生活是最重要的，世界成就、世界学问、世界名声、地位、钱财啊、权势、享受才是重要的。但是这拢总是错过了。那咱啊对圣经内面来看，咱一个人，咱受创造，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啥物呢？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和咱甲伊来往，和咱享受甲伊来往的迄款丰盛的生命。那是咱无法当达到这个上帝所做的这个目的的时阵，咱就永远无法当得到真正的满足甲真正的喜乐。那只有甲上帝有正常的来往，伊才会通经历到上帝疼，经历到上帝所说的喜乐甲平安。所以今仔日咱呢，看到保罗伊尽管放下万事，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。所以请问今仔日？你甲上的关系是怎样？你的生活是毋是有蒙上帝悦纳？啊，今仔日你是毋是活出一个义者的生活，受称作义的生活来荣耀上帝呢？咱每一个人，咱应该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，一个义者的生活。啊，这个义毋是靠咱家，是靠咧耶稣基督。那唔是靠咱家己的好行为，今仔日有个人是要靠家己，唔是话靠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因强调人的行为，人的行为啊，要因靠家己来得到上帝喜悦。但是咱知影伫只，咱先甲恁讲，咱的信耶稣基督，咱才通得到称罪义。那称罪义，咱就无过再靠着好行为，而是靠着行律法。来得到上帝喜悦。当时犹太教，因就是强调那遵行律法，才能得到上帝喜悦。但是保罗伊却强调，这个人称义，唔是靠遵行律法，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所以伫加勒太书第二章这段经文里面，甲恁讲，咱因信称义了后，有两款的生活方式。一款是守律法去过义人的生活，另外一款是因信上帝行，你和耶稣基督在咱内面来生活啊，在咱内面的生活呐、啊，
一种咧信耶稣基督，然后主耶稣点在咱内面，啊，点在咱内面，咱就过着这款的生活。保罗一讲啊，伊以前是啊以啊用尊敬律法的行为来生活，但是这时阵，伊是第一所在伊讲说，我啊加的律法，我五律法已经死了，意思讲说。以前迄一款靠了行律法，要得到上帝接纳的迄一款的生活，我已经死了。那因为我因为咱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咱知影主耶稣已经替咱死了，已经满足了天父对罪人的要求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替咱死了，上帝在耶稣基督内面就接纳了咱。就伫个所在来啊，说咱义人的地位，和咱伫面前正做一个义人，因为因为人称义，唔是因为行律法，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换一句话讲，一个人要得到上帝喜悦，唔是靠家己好行为，乃是着信耶稣基督。今仔有真侪人因相信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因认为你若做好代志，你才有法通上天堂；但是做歹代志，就会落地狱。所以人要靠伊个做好还是好行为来得到上帝喜悦，要靠你个好行为来上天堂。但是圣经甲人讲唔是安尼，圣经讲无义人连一个拢无，所以。你唔通以为无犯法，无犯法律就是无罪。你唔通以为无犯罪行为就无算做罪。啊，有个人虽然外表无犯罪，啊，外表无犯罪，啊，无犯罪，但是一心来犯罪，心来犯罪。那、啊、上帝是看内心，人看外表，上帝看内心。所以咱就会晓得，你所在，你生产恁家己。那只唔是讲你犯小罪就无罪，唔是大罪才是罪，无论小罪大罪拢是罪。唔是讲暗中所行的，无人看到就唔是罪。其实上帝看透咱一切，所以咱伫上帝面前无一个是异人。但是啥物是罪？对圣经内面，互咱知影，圣经讲。这个罪是无用上帝最中心，罪是人用家己最中心。请问今仔日你是用什么最中心呢？罪是违背上帝，唔肯顺服上帝，那迄个就是罪。罪是违背上帝诫命，那罪就是不义，罪是行不义的代志，那。罪是亏欠上帝荣耀，罪就是情欲、体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甲今生的骄傲。罪更加严重，就是因为伊无相信上帝，还是唔相信上帝，迄个是第一大的罪。所以圣经甲人讲，世间人拢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荣耀。因为世间人拢是罪人，所以咱家己无办法靠咱好行为来得救。咱无法通靠着遵守律法，通得到上帝喜悦，咱就靠着耶稣基督，咱才通受称罪义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必须就来信靠主耶稣基督。请问今仔日，你肯不肯来信主耶稣基督？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，才有法通赐予你永远的生命，才有法通让你的罪得到赦免，才有法通让你这义人的地位，和你永远的生命，你肯无？求主帮助咱，和咱中间那未相信主的人，咱就赶紧来信主耶稣。无国再是我，伊从我无国再，来靠律法来称义。第二方面，咱就和基督活在咱的心内。所以第二十节保罗安尼讲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现在活着的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内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的肉身活着，那是因为信上帝子来活，伊是听我为我舍己。伫即节的经文内面，
互咱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。咱活在这个世界顶面，咱无个再是家己活着，乃是互基督活在咱的生命中间。但是咱要怎互主耶稣基督活在咱的内面呢？就是咱的生命要改变。所以保罗讲，我无个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这是一款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这是一款价值观的改变，这是一款生活态度的改变，这是一款人际关系改变。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乃是基督在我内面活着。请问今仔日你有经历到这款的生命改变无？使徒保罗讲，迄我旧的生命已经死了，我现在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现在活着的无过再是我，无过再是我以前的这款生活，生活的我了。啊，现在活着乃是靠耶稣基督来活。啊，上帝已经接纳我伫基督内面来做伊的儿女。上帝已经要接纳圣灵和基督活伫我内面。所以保罗讲，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那为什么伊讲无过再是我呢？因为保罗讲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意思讲，我的旧的人，我的犯罪的人，已经靠好行为的人，我已经甲基督三甲钉十字架了。啊，三甲钉十字架了。所以现在我活着，我的旧的已经死了，我的新的是活伫是由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活出来。所以讲，伊讲保罗讲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请问你知影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所在无？你知影十字架痛苦是什么无？十字架痛苦是历史历代顶面达款痛苦中间第一大痛苦。十字架刑罚也是历史中间第一残忍的刑罚，也是第一大受辱。但是圣经甲恁讲，基督忍受了十字架苦难，主耶稣基督伊怎样忍受十字架痛苦呢？咱要明白这个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。对圣经内面甲历史顶面，互恁看到十字架是历史顶面第一残忍的刑具。十字架是一个唔肯为家己申辩的所在。主耶稣唔捌为家己讲过一句话。十字架是一个无光的所在。因当主耶稣受钉十字架时阵，伫天乌地暗。十字架是一个无听的所在。所以主耶稣受钉十字架时阵，伫天父暂时五面无看，因为伊担当了世间人所有的罪恶。十字架是一个无神力的所在。耶稣行过真多神力，但是伊毋捌为家己行过一个神力。十字架是一个毋肯接受同情的所在。当耶稣行十字架道路的时阵，快妇人人为着伊的流目屎，但是耶稣讲：你毋当为我流目屎，恁着为着恁家己，为着恁家己的流目屎。十字架是一个毋肯接受保护的所在。等快人要来主耶稣的时阵，彼得就拔出刀来，伊也要保护耶稣。但是耶稣讲：唔通动刀，我欠无啊当叫我天父差派十二样外天使来保护我吗？呀，伊有法，但是伊无要唔肯接受保护。那十二个是只唔肯为家己伸冤的所在。耶稣可能冤枉，可能无，可能耶稣的污过，但是又无开嘴。十字架是唔肯受激动的所在。当伊受钉十字架的时阵，下骹块人讲：你那是基督，你就对十字架落来，我就信你。但是耶稣无受因的激动，因为耶稣对十字架落来，咱人类就无救恩。但是咱感谢主的恩典，伊来为咱受尽各款的痛苦。十字架是一个唔肯接受麻醉的所在，
伊要纵容的为咱的罪来忍受罪刑罚的痛苦。十字架是一个受咒诅的所在，因为圣经讲，因为受挂伫叉头顶面的，拢是伫上帝面前是受咒诅的人。所以彼得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来尼讲，讲基督既然为咱受了咒诅，就赎出咱啊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典记着，凡挂伫叉头顶面的，拢是受咒诅的。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咱一切罪的咒诅，互咱无搁再受啊，无搁再受咒诅，互咱能得到逃亡，得到救赎。所以保罗讲说，伊是疼我，为我放下家己。主耶稣疼我，为我放下家己，为我死伫十字架顶，为我受尽了诸般的痛苦，连伊的性命也为着疼我白白放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基督，伊是这么疼咱。今仔日咱怎样来听咱的主呢？请问今仔日你听主无？你听主？你来听主，你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主耶稣讲：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着舍己，逐日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今仔日，你肯唔肯？逐日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无？使徒保罗讲：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着的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，无过再是我。所以这个多数又讲一句话，托说，伊讲十字架唔啦结束了基督的生命，也结束了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的旧的生命。所以无过再是我，伊说咱的旧的生命已经甲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。咱无过再依靠家己好行为，要来得到上帝的喜悦。咱无过再要靠着遵行律法，要当真做义人的他真做义人啊，乃是就让主耶稣基督来活出来啊。所以咱今仔日耶稣基督已经救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，咱今仔日咱已经得到逃亡。咱已经得到逃亡的人，咱应该伫个所在来向上帝来活，就是也就是讲，甲主耶稣基督三甲活起来。请问今仔日你为啥来活？今仔有个人为家己来活，有个人为着物质的享受来活，有个人是为着别人来活。但是呢，咱应该为着主耶稣基督来活。主耶稣基督已经为咱放下性命，为咱成就了救恩，伊救咱脱离了一切罪恶，佮赐予咱永远生命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无应该为家己来活，咱无应该靠家己来活，咱应该予主耶稣基督活伫咱的心内面。你愿意予主耶稣基督活伫你的心内面无？有一首诗歌安尼讲。我曾经为你放下性命，这首诗歌是一位姊妹写的。伊二十三岁时阵，伊去到德国这个牧师的家中做人客。一日伊夜深，伊行到牧师的册房内面，伊坐伫个所在，伊夹目看时阵，伫壁顶面有一百多位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多位。那伊看到一百多位时，伊阁看到迄多下口两句话，迄两句话是啥物呢？总说我为你放下性命，你为我做了啥物？当伊看到这两句话时阵，伊心内面真大的感动，
甚至用主耶稣为我放舍性命，我为伊，你啊为我啊，那你为我做了什么？这句话的时阵，伊流目屎，然后心里感动，伊就将这用加了这两句话写了一首诗歌。我为你放舍性命，我为你放舍性命，我的血为你流出来，我叫你对死里面起来。我和你的精髓得到满足，为你，为你，我放舍性命，你为我做什么？为你，为你，我放舍性命，你为我做什么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主耶稣为你放舍性命，你愿意为伊做什么？你愿意为伊来活无？你愿意伫个所在帮助你的旧人无？帮助你旧的生活方式无？帮助你啊！伫个所在你生命中间会受罪恶捆绑的代志无？你愿意帮助你的歹脾气无？你愿意帮助你的歹性地无？你愿意帮助你以前会啊疏忽会啊会无应该有诶这个美受无？咱求主帮助。好让我们在活在过去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在活在黑暗的里面，我们活在让主耶稣活在我们的心中。主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，我们应该让主活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有一个来讨主喜悦的人生，讨主喜悦的生活。那个旧的我，我们应该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，让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得到上帝喜悦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我现在活着，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你愿意亲像保罗安尼讲无？无过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来上个基督，主啊，感谢你的听，感谢你为我放舍性命。感谢你救赎了我脱离罪恶，感谢你使我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本愿意亲像保罗安尼讲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主啊，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通互你活伫阮的心中，帮助阮过着一个。和你喜悦的生活来荣耀你的生命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